你家有人抽烟吗？我其实是在一个二手烟的环境中长大，那我自己对烟味非常的过敏，然后闻到烟味也会很容易咳嗽或是支气管不舒服。那我很感谢二里已经戒烟了，但我哥跟我爸都是常年抽的那种，就是戒也戒不了。那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很需要空精机来帮忙，也好在现在已经有空精机了，不然真的超痛苦的。你还记得上次呼吸到新鲜空气是什么时候呢？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台我自己很喜欢的空净机，伊莱克斯 Pure A9， 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。不得不说，瑞典人真的很会，就是设计的超美的啊，不觉得很有北欧感吗？不是啊，那你挑东西就只有美啊？不是啊，它除了美，当然还有好用的地方啊。像我自己在乎空净机的部分就有四个重点，第一个就是它提升空气品质的效率如何。第二个，它抗菌力怎么样？第三个，它会不会很吵？第四个，多久要换一次滤网？进入影片之前，记得大家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喽。这台空净机的设计非常特别，它是五角形的结构，上方是织纹布面，下方是金属网状，完全没有那种塑料感。两侧呢还有皮革手把的设计，方便你进行拖拉，下方还有轮子，可以轻松移动到各个空间。那一般空净机不是都方形的，为什么要设计成五角大厦的样子？也有长方形的设计，但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独家的立体气旋科技，它可以释放出螺旋状的气流，加强360度的循环力道，可以深入在家中的每一个角落。像它下方这个金属网状就是它的进气口，上方就是它的排气口。一进一出，一进一出，就可以达到很良好的循环。那我们现在空气品质是好的吗？它现在 PM2.5 的数值是显示12，灯色是蓝色，状况良好。它总共有四个灯色，蓝色是最好的，绿色是普通，黄色是较差，红色是超级糟糕。除了二手烟之外，大家还记得我在装潢后，我有做了一集除甲醛的过程与心得。那甲醛呢，它其实是慢慢随时间挥发的，最长可以到15年甚至更久。那除甲醛的这个动作，它是在短时间把浓度降到最低，不能完全的100%一瞬间消除它，所以后续呢，我们就可以靠空净机来辅助，可以维持空气中的品质。伊莱克斯 Pure A9 这台就可以有效去除 99.9% 的 PM2.5 甲醛、总有机挥发物以及空气中的细菌。那我们之前呢有拍了一段画面，就是侦测这台机器的敏锐度，那我们放给大家看一下。那现在的机器灯色是蓝色，那我们用香来测试它的感应装置在这边。那我现在点火，好，开始看它多久会感应到。哎，变绿灯了，9秒就变绿灯，19秒就变橘灯，好，28秒变红灯，停止。我们现在看看红灯变成蓝灯大概要多久的时间，现在开始计时。刚刚15秒已经变橘灯了，它现在风速其实就已经变弱了。你只要污染的程度越小，它的风量就会越小。20几秒就变绿灯，哦，现在已经几乎听不到风声了。30几秒就变成蓝灯了。
气是死的还是活的？死的空气是闷闷的，不会流动；活的空气是新鲜的，持续换气。那空净机怎样才能知道它效能如何 ？Pure A9 这一台 K 达值高达600 ，K 达值是干净空气输出率，也就是说数值越高，表示它净化空气的效率越好。600是什么概念？600的概念就是我们客房差不多是4-5平的空间，一小时可以净化高达15次。如果是15平的客厅，一个小时大概可以净化5次。大家可以自己换算一下。那像我觉得家里如果有人抽烟啊，或是你家有小宝宝、有养宠物，就非常适合需要换气，然后维持你家的空气品质。重点是它的除菌力吧？它的除菌力其实跟它的滤网会很有关系。那下方的金属网状这边拉开，就可以看到它的滤网。那它这边还做了一个手拉设计，非常的贴心。盖起来也有一个磁吸设计，靠回去就可以了。那它滤网为什么只有一个？一般不是都有很多层吗？我现在要来跟大家讲重点，仔细听好喽。第一层是可以阻隔大型毛发、皮屑还有灰尘。大家可以看到外网的地方，其实有细细小小的粉尘在上面。第二层是 HEPA 13级的滤网，能滤除纳米级流感病毒和细菌，能有效移除 99.97% 以上，小至 0.3 微米的悬浮微粒，像是烟雾啊、粉尘、花粉等等。第三层是抗菌层，可以抑制细菌繁殖，针对大肠杆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，有高达 99.99% 以上的抗菌率。第四层是活性炭，主要过滤气味和异味。第五层是负离子，每立方公分可以释放450万个负离子，加强协助滤除空气中的病毒和细菌。重点，它要多久换一次滤网？它可以使用9000个小时，如果你是24小时都开的话，大概是375天，所以你一年换一次就可以了。这台除了台湾 SGS 的安心检测之外，在消保处十大居家空净机的抽测中，伊莱克斯 Pure A9 也获得了洁净空气提供率的排名第一。它同时也得到了欧洲过敏研究基金会的认证，是针对过敏族群友善的产品哦。所以开了这一台空净机就不会打喷嚏了吗？当然不是啊，空净机是提升空气的品质，有效改善你家里的环境，但不是帮你治疗，因为过敏其实有非常多的原因。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，这阵子 Pure A9 都放在我的房间，那我觉得它声音真的不大，我让大家听听看它现在的声音。它是开启智慧模式，那我把我的麦克风靠近。有听到声音吗？其实真的蛮小声的，因为我们家都会拜拜，所以如果我们家有烧香的话，楼上楼下其实都会有那个烟味串流的状况。我通常会把 Pure A9 的风量开到最大，就可以改善掉 PM2.5 的状况，其实蛮迅速的。还有它有一个蛮贴心的功能，在它的面板上面有一个亮度感应器，那我们放在房间如果要睡觉的话，它不是都会有灯色吗？它只要一感应到说你是关灯的状态，它的灯也会自动关闭，就不会打扰到你的睡眠，这是我觉得蛮贴心的。那我自己还蛮喜欢它滤网的设计，因为360度嘛，所以你的进气跟排气都同时是环绕着。那滤网的部分，我在 APP 也可以直接看到它的寿命，我也不用说拆开来换，反正我就是9000个小时，一年我就换一次就好。那 APP 的部分，它也可以同时监测到你的空气品质，室内室外都有，还有它的湿度，我觉得是挺方便的。像我们回家之前，我通常都会要求说，我先开一下空滤，就是让空气可以保持新鲜，那我回家就可以闻到很干净的空气了。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，那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加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、追踪 IG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上方是织纹布面，下方是金属。这台空净机设计非常的特别，它是五角形的结构，上方是织纹布面，下方是金属。